好书推荐手抄报，我们先写出今天的标题，好书推荐，分别在上下左右四个角。然后我们可以画上今天的文本框，画出一个书本的形象，可以画上一些站立的书作为装饰品。大红色、橘黄色可以涂在我们文本框书本的颜色里，用红色、绿色和黄色画上装饰品书本的颜色。文本线条的颜色我们可以选择用桃红色和橘黄色来作为装饰，我们用红色、黄色、橘黄色和蓝色涂上文字的颜色。像这样，我们好书推荐手抄报就完成了。